这个展览呢，应该算是徐斌老师在国内的机构型的一个最全面、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一共涵盖了60多件作品和计划，所以这个体量是非常之大。从这个策展人角度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怎么梳理一下徐斌大概，如果从70年代上世纪70年代开始算起，到现在大概有将近40年，那怎么来展示，怎么来呈现？ 这么多年，你想它其实88年第一次在跟吕双中双人展展出天书，基本上之后就是个别的项目，比如说94年做文化转换，就在北京的一个地下空间，在今日就是专门展了那个凤凰，但是就是这种大规模的所有的作品都一起见面的这么一个展览，其实是在北京是没有做过的，所以这个意义非凡，就是能在这儿做一个全面的展览。 半高不矮的，其实应该压下来，是吧 ？S need up, right？ 反正现在就能摆着就摆上了，还是稍微一个方形，然后那么菱形的，落成方的，对，哎，好好好，哎，把这塞你。于斌特别强调，就是说，他觉得对作品，对包括布展，你花出力量、花出心思，一定会在这个作品的创作和呈现当中会有所体现的。 他追求完美。要我可能把这个影像稍微再扩大一点。做这个展览之前，冯波一直在跟我说：“你做好心理准备，这个肯定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调，然后改来改去，然后。” 还真是这样。这个展览其实是从两件作品开始，一个是大堂里面的这个“艺术为人民 ”（Art for the People）。然后遇到的第一件作品呢，可能就是。 也不仅是徐斌的这个艺术源泉的一个开始，也是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史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杰作，也就是《天书》。《天书》这件作品在甬道这个空间对 UCCA 的意义是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开馆的时候，2007年费大伟策划的这个“八五新潮：中国当代艺术的诞生”的一个展览里面，其实这个作品也是挂在了同样的位置。 这个展览叫“徐斌思想与方法”，我们想强调是这个艺术家的观念思维，以及把这些观念转换成艺术作品的方法，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从他最早的还没有高中毕业的一个多宝塔临街，一直到去年刚刚完成的《倾听之眼》，其实是涵盖了40年的创作。 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里边划分，其实呢，从一入口的那个地方，大家一下就进入到了他，在出国之前的状态，像碎玉集，像富士系列，包括到接触鬼打墙。这种面貌，当我们一跨过这个中轴以后，到看到这一边的时候，会发现面貌一下就变了。
这个反差是很有意思的。从那个时候他也开始面对文化的冲突，所以像ABC 啊，早期的文字实验啊，包括一些转化，其实都是语言障碍带来的给他的一个启发。所以这个文化冲突和早期在国内那个还是很不一样的。我相信细心的观众会在这个感觉里面感觉很多，并且就是一瞬的就下来就可以看到这一股脑的在做到现在。但是当做到这个后面的时候，会发现包括比如转到背后的故事，一下就进入到了一个回国后的一个面对新的问题。徐冰他这个四十多年的这种创作哈，就是虽然有很多变化，但是呢，就是他一直跟这个时代，跟这个艺术本身，我觉得一直在思考研究。他的创作更多的是带有研究性，他不是偶发的，或者说不是一时感性的。其实徐冰很理性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作品呢又跟这个时代呢这种脉搏发展，我觉得又密切相关。而且他也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对这个社会进程的敏感，导致你在方法论上的这种不断改变。那么包括他说到这个你生活在哪儿，你就会有哪儿的问题，有问题呢其实也就有意识。因为我们对徐老师还是挺了解的，他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就真的是在感受这个东西。尤罗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我看过很多，然后这个展从布展来说的话就已经是非常用心，所以作为我们作为这讲演员心里头也非常高兴，就是尤伦斯在今年又有一个重量级的大展出现。其实中心的希望整个展览最后对外界的影响能够超出艺术圈本身的范围，我们深信在尤伦斯在798这样的一个地区是有可能做到这样的影响力的。未来这个行业这个圈子怎么发展，怎么运作，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这几年怎么做事儿，其实就是这样，所有人怎么做事儿，思想与方法也许就是这样。其实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反思的一个机会和一个空间了。我会开始的意识到，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最后我发现这些作品真的像镜子一样，可以看到自己。最后我会发现，哦，原来我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原来我是这样工作啊，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人，原来这一辈子呢，艺术家是。一直在不断地建造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闭合的一个圈子。